你会不会做意大利面啊？那你会做战斧猪排吗？不废，我就废。你有顾虑到我的感受吗？你没有，因为你只想到你自己。快问快答，你最喜欢的歌手 Chris Brown。你最讨厌吃什么？红枣。最讨厌喝什么？甜的。你的女神是谁？长大之后比较少女神，小时候的话，我记得我很喜欢 Christina Aguilera。那你圈内最好最熟悉的朋友是谁？阿姨娘。最喜欢的动物？羊，很好吃。那觉得自己比较像周汤豪还是潘玮柏？以角度来看的话，可能是周汤豪。最后用一句话形容你有多喜欢 RMB？ 非常的喜欢，没有他不行，一辈子就做这个东西。用一句话惹怒追上的话会说什么？我很少因为一句话被惹怒，但是你冲康有一次，你一定会惹到我。你不要冲康被我抓到。